好，那个改组的传闻不断，那么外传现在苏贞昌会请辞行政院长，就在今天上午府院进行例行会议是备受关注，甚至传出了苏贞昌会在今天的会面中呢向总统蔡英文来当面请辞，那么13号呢会率内阁团队总辞。那么看到其实在上午的时候呢就被直击到说苏贞昌的坐车已经驶出了总统官邸。